盲猜大挑战。我今天偷偷摸摸开了语音，我倒要看看是谁打的我。哦，这波啊，要先下手为强。哦，今儿我给你发了张黑丝。我操，黑丝！哎呀，我要干黑丝。干！可恶，刚才公屏发521给兜兜，没听见是谁打的我。兄弟们，评论区打上521，然后艾特你家那位，就可以在线跟他贴贴。不过还有人是单身狗吧？啊！你在内涵谁呢，小 B 三？嗯，小豪，你敢打我是吧？你很会打吗？你会打有个屁用，出来混是要有实力、有背景的。你，继续说呀。你会打篮球吗？看看这个，看什么东西？待会儿我披个篮球上去，你就知道了。哎呀，不准欺负我家哥哥。你有没有数值？数值666，我皮鞋律师函，我要报警了。